新鲜现烤的鹅啊，一颗比一颗还要大，让人垂涎欲滴，想吃到可得排队拿号码牌才行。对，来买吃鹅啊！等七早八早就来啊！元旦连假人潮爆满，就怕大排长龙。熟门熟路的顾客喜夹带卷，早早就来排队。上次来排太久了。哦，几点去了？十点。我们是从台北林口来，东石鹅啊，很棒，很新鲜。顾客南下抢吃东石现烤现吃的美味鹅啊！业者也做好了准备。是元旦连假人潮非常的多，我们这次特别备了2000斤的鹅啊，要应付这个连假的人潮。在台南前来欢度元旦连假的游客，则是抢进国华街大啖美食。你们坐哪边啊？台中，因为台南有很多好吃的。我从那个台北来过那个元旦。我们是台中，就去看烟火，带小孩子去而已。不论是有名的春卷还是蛙桂牛肉汤，随着用餐时间接近，人潮也跟着涌现，店家可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就这种有办活动啊，都人潮会多超两三成出来了。今天没有下雨，人潮是有比昨天多一点。备料有备比平常多吗？一定是比平常多，大概多了三成啊。多大概多少？应该有三分之一哦。看好南下避寒的人潮，业者备料多三成，抢攻元旦商机。TVBS 新闻纪建亨、顾守昌南部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